们现在站着的地方，在亿万年以前是一片汪洋大海，不知道再过亿万年这里又会变成什么样子。也许又会变成海吧。世间万物皆有轮回。这次你的身份特殊，是家庭教师，我希望你可以尽快融入荣家，取得他们的信任，借此挖出荣定坤及荣氏的底细。大少爷好，我是新来的家庭教师，姓冯。有劳了。大少爷可以仔细的。On my shoulder, cause they treat me like an outcast. I ain't gonna take that, stay back. I'll be swinging hard till it hits. 帮军阀走私古董这种伤天害理的事，您也敢碰？这跟卖国有什么区别？逆子，放下你的民族大义吧。她终究是个外人，她也不过是个女人罢了。可你喜欢她，她就成了可以伤害你的武器。我能相信你吗？婚姻嘛。就是一门生意，不论你是否承认，荣家都是一艘注定要沉没的船。我告诉你，你只不过是荣定坤的一条狗。你这个畜生，你是要夺我的权吗？爹，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。是朕，我喜欢你，我想一直和你在一起。荣家少，你真是我的罪。那你就把我背负着吧。你肯跟我走吗？我们离开上海。我要保住家业，我要实现理想，你我也要。